面前擺喺度咧，全部齊色嘅好靚嘅顏色嘅 Coolic 杯，呢、這個咧係台灣眾籌咧好誇張嘅，即即眾籌咗成2000萬啊，可以到。而家要走數啦，有冇飲管派啦？或者我哋大家好中意飲手搖飲品嘅朋友嘅，這個、呢個咧本身可以保温嘅咧，那個杯身都會重少少，透明版咧，咁佢用食品級嘅 Triton 膠咧去做出嚟嘅，咁啊杯身會輕少少啦，咁所以睇下你自己嘅需要啦。Hello， 大家好，我係 May 啊，喺我面前擺喺度咧，全部齊色嘅好靚嘅顏色嘅 Coolic 豪力杯，這個、呢個係台灣眾籌咧好誇張嘅，即即眾籌有成2000萬啊，可以到。咁咧佢咧嗰個杯咧，其實好多設計嘅 detail 咧都非常之啱我哋咧香港而家要走數啦，有冇飲管派啦？或者我哋大家好中意飲手搖飲品嘅朋友嘅。咁啊，上次我咧喺台灣都自己帶咗一個杯去試用咗之後，就超讚啊！呢個杯佢可以保温12小時嘅，佢裡面仲係陶瓷內膽。咁但係咧，佢其實咧成個系列仲有好多其他配件同埋咧唔同嘅杯嘅，因為咧嗱呢一個咧本身可以保温嘅咧，那個杯身都會重少少，透明版咧，咁佢用食品級嘅 Triton 膠咧去做出嚟嘅，咁啊杯身會輕少少啦，咁所以睇下你自己嘅需要啦。如果你其實唔使保温嘅，我哋輕身少少咧，即係容易帶出去嘅，咁透明版嘅 Triton 咧就會係啱啲啦。咁啦，其實兩種杯咧，呢、這個係唔透明版咧，係保温噶啦。佢裡面內膽咧其實係由陶瓷嘅塗層嚟嘅。我飲緊水啊，其實攞嚟當水杯。咁啊，陶瓷嘅塗層咧係可以抗酸啊，飲其他唔同嘅嘢咧，酸嘅都可以擺落去，甚至乎飲中藥都仲得。咁佢裡面已經自帶咗一個飲管喺裡面嘅嚇。咁啊，呢個杯咧個最大嘅佢嗰個特點咧就係你帶出街嘅時候咧，你單手將個蓋拎開之後咧，就已經自帶咗一個飲管。呢、這個飲管咧係可以搖啦，同埋攞出嚟，方便我哋吸我哋嘅珍珠嘅，即係有陣時我哋啲移位去吸珍珠啦。咁同埋咧，佢個即刻就可以切吸。擺喺側邊嘅，其實咧，佢亦都配件加購㗎。如果呢一隻保温管咧，佢飲管裡面呢個膠咧係 PC 膠嚟嘅，咁呢個 PC 膠咧其實佢都已經咧食品級㗎啦。咁但係有朋友係都顧慮，都想要個飲管咧係用埋 Triton 嘅質料咧，你都可以加配一條咧 Triton 質料嘅飲管嘅。咁 Triton 質料飲管咧係咁樣樣嘅 ，Triton 嘅樽就配埋 Triton 嘅飲管啦。佢個飲管個管身咧就會係全透明嘅，都係用緊 Triton 嘅物料，係完全無毒。咁所以咧，如果你係非常之concern。啲飲管需要係超級美國食品級嘅無毒嘅版本嘅 Triton 咧，可以買呢個嘅保温杯嘅時候咧，加購多一支Triton 嘅飲管，咁你就會有兩支飲管用啦，同埋咧亦都可以用翻一個透明嗰個嘅 Triton 質料啦。好，呢、這個保温杯咧其實可以保温到12個鐘啦，你可以保冷，亦都可以保熱。咁當然啦，你保熱咧你就唔好攞飲管飲啦，辣親個嘴。佢仲有好多配件配埋嘅，就係、是、如果咧你要洗個飲管啊，或者係洗個杯嘅時候咧，你就可以配多一個洗個樽嘅，亦都可以洗飲管嘅。這個洗飲管嗰個刷咧，其實係已經夠粗咧，去洗翻呢一個珍珠奶茶咁粗嘅飲管噶啦。咁樣，咁你就唔擔心，其實個飲管好難洗，非常之容易洗。咁而個樽身咧，亦都係啦。咁啊，樽身有陣時咧，隻手入唔到去洗嘅時候咧，可以咧配翻個刷。咁咧就可以好容易咁洗乾淨個樽身啦。咁而佢裡面咧嗰個防漏嘅標準都好高喎，即係咧當咧呢個你擰實個蓋，大家擰嘅時候真係要擰得好實啊 ，make sure 佢擰實咗嘅話咧，其實佢嘅水咧係完全唔會漏出嚟，防漏嗰個功夫做得好好。原因佢咧兩個位咧有一個膠圈啦，咁呢個膠圈都落拆出嚟洗啦，如果有需要嘅時候。咁而呢個蓋咧都有個膠圈，而個膠圈攞出嚟洗嘅時候咧都方便大家嘅，因為佢咧有一個 tag。方便你咧喺度咧咁樣就掹佢個膠出嚟洗，好容易掹出嚟啊！咁因為好難撩喎，平時嗰啲密封膠，咁所以呢一個咧都係一個好好嘅設計嚟嘅。咁啊，兩種嘅手搖飲品杯咧係有唔透明版本啦，咁係好多顏色嘅，有我哋最中意嘅綠色啊，跟住有粉紅色啊，同埋呢個純白色我都覺得好靚嘅。如果想輕身啲同埋咧有透明質感嘅咧，就可以揀呢一種 Triton 款噶啦。咁佢咧呢個全部都係食品級嘅 Triton 無毒嘅膠嚟做啦，飲管都係無毒嘅膠啦。咁本身咧一set 咧就會已經包住一支飲管喺入面，再包一個杯噶啦。咁而咧好似呢啲咁想靚靚出面有個隔熱套嘅話咧，就要加購噶嚇。咁加購就另外可以加購一個咧高身嘅直膠桶啦。咁然後將佢套落去就已經咧就係變成好似呢個側邊咁樣係靚靚同埋可以抗熱抗凍嘅嗰個嘅直膠套啦。咁啊要另外加購嘅嚇。咁啊本身個貨咧嚟嘅時候就會淨係包支飲管同埋個蓋啦。咁而咧其實有好多朋友咧都好中意玩混色嘅，咁所以咧呢啲嘅蓋咧每一個嘅蓋都可以加購，譬如你買咗只呢只灰色翻嚟，可以加購個蓋啦，同埋飲管啦，所以好多玩法嘅，咁大家可以咧就將另一隻色咧就加購上去，就可以自己 design 到一個咧係獨一無二自己混搭出嚟嘅顏色嘅杯啦。所有顏色溝埋出嚟都好唔違和，好靚嘅，咁所以咧你加購起嚟嘅時候咧，可以咧不妨試一下玩混色啊。